爱情只是手段，心机才能生存。真是太美了，就像仙女下凡一样。自从伯爵来了以后，小姐您变得常常会脸红呢。未知的预谋是勾引，也是陷阱。你打扮起来也像个小姐了，对吧？你分内的工作都有没有好好做？只有跟他私奔才会幸福，你一定会爱上他的。原罪犯导演朴赞郁惊世巨献，统一面小时光面馆电影院《夏女的诱惑》，12月31日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